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haw Studio。 优雅古典的芭蕾舞从诞生至今，其影响力一直没有离开过时尚舞台。2011年春夏， Chloe 发表了一场以芭蕾舞为主题的时装秀。 Chloe 还请来纽约芭蕾舞团首席舞蹈家 Jenny Taylor 来演绎这场秀。 Jenny Taylor 身穿 Chloe 浪漫雪纺丝绸长裙和小羊皮平底鞋，和 Justin Peck 表演了一系列优美的芭蕾舞动作，生动地诠释了这些设计所包含的芭蕾舞精髓，让人更直接地感受到 Chloe 要表达的芭蕾舞之美。我完全被优美的舞姿、飘逸的裙摆和一头浪漫的长发所吸引。 Jenny Taylor 的舞技赋予了这些设计生命力，也让 Chloe 这个系列的主题芭蕾舞得到了最好的诠释。这季系列使用了大量轻盈薄纱和雪纺丝绸面料，体现了芭蕾舞服装的柔美。在款式上，系列有一些受芭蕾舞者上衣启发的紧身衣设计，前胸开口和露背，这些款式渗透出芭蕾舞服装的修身和视觉冲击力。此外，袖上还有压褶的设计，类似芭蕾舞长裙菲沙特的结构，这些设计赋予系列优美华丽的视觉效果。系列还设计了类似芭蕾舞交叉领口的设计和蝴蝶结装饰，体现出芭蕾舞服装的精致和浪漫。最后，不容错过秀场模特穿着的芭蕾舞鞋，白色干净，黑色经典，米色优雅，红色热烈，也让我一下子想到电影《红舞鞋》女主角的表演场景。除设计和芭蕾舞元素外，这场秀还使用了大量柔和的色彩来营造梦幻氛围。米色、奶白和淡粉色是主色调，象征着芭蕾舞天鹅的洁白与纯真。通过面料、款式、结构和装饰等方面融入芭蕾舞元素， Chloe 在这场秀和系列中构建了一个浪漫而梦幻的芭蕾舞世界。你喜欢 Chloe 的这季 Ballet Core 演绎吗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